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爸。Hello， 我是鸟妈。欢迎你们回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非常热闹，我们要一起见证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。什么时刻？我们有阿妈，然后呢有干妈， yeah. 还有一个朋友。你看他竟然为了弟弟用，他竟然化妆，好夸张。Hello， 船长，要出事进水了。好可爱，好可爱，他是醒着的，他是醒着的，超可爱，真的是，我还要换一个，我觉得你真的很专业，我觉得他背着，我觉得他快要睡着。你知道最伟大的摇滚专辑是哪一张吗 ？Nirvana 的 Nevermind， 有看到吗？好不好？太荒谬了，太荒谬了！一群看动物的人。光光你在干嘛？你们都会发出那种很标准的赞叹声的。一定要的。春春 ，Hello。春春 ，Hello。今天是我们在月子中心的倒数第二天了，就明天就要妈妈就要出关了，这样。我们今天来挑战一下母婴同事。对，虽然我们已经是第三胎了，我是怕说有一些东西有一点忘记。我是跟他讲说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回去再练习就好了。我跟他说拍这个的时候，他超级不想拍了。我真的不想，我说你让我在月中可以好好休息耍废到最后一天好吗？如果你刚生的话呢，你可以挑战母婴同事从四个小时、八个小时、十二小时到二十四小时。我们是有一点困难到二十四小时了，因为我还有两个小孩，晚一点要回家带他们，所以我们今天只能够挑战就是八个小时，唤醒一下我们之前带光光的时候的一些技能。现在的时间是11:29，八个小时之后就到晚上的7:30，是吗？我想他应该是想喝奶，他在找我的奶，你去啊，不要，我没有奶了。喂奶这件事我没办法，只能交给你了，对对对，其他我都可以。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样固定他的作息，因为我是全亲喂嘛，就是当他的体重稳定的在成长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跟护理师讲说三个小时把他送上来让我亲喂，不用一直给他奶。你一直给他奶的话，第一个你会很累，没有办法休息；第二个你完全没办法掌控时间，然后也没有办法掌控他喝的量。很多妈妈可能会觉得说，这样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吃饱啊？或者是如果他提早哭怎么办？我就会 hold 他，就会 hold 到接近三个半小时，我再喂他。你知道你女儿放寒假了吗？我知道啊。所以你明天回去，儿子就会爬上来。那的女儿就会在这边说：“哇，好可爱哦！”然后全部挤在这边，不啦啦啦啦啦啦。好，起来，大哥，好的。哎咻，这是一种。一个、哦、打嗝了。嗯，舒服对不对？感觉在大便呢。有吗？大便了，我们去洗屁股。芭比帮你洗屁股还可以吗？可以就握握手。哦，好，可以。现在时间是12:53，我吃完饭了，我要去补眠。他有什么状况的话，你就处理。找空心菜，跟这个是鲑鱼炒饭，我大概有20分钟可以吃。等一下2点钟的时候，我有请护理师上来我们房间教我们怎么帮 baby 洗澡。等一下起来，川川就可以洗澡了。现在时间是2:21，差不多可以起床了。不要再催他。
事。啊啊！他大便了，真的啦！哦哦哦！你说刚刚大？哎呦！这是正常的吗？他说我现在大的正爽，你不要吵我。好哦。我会不会一直在帮他洗屁股？没办法洗，都揪不下去。洗头喽！哎呀，这两下。不会动了，舒服吗？舒服吗？这个。看这里有颗痣，他的背。妈妈很像，妈妈身上有很多痣。妈、嗯、的毛好长哦，你看，有看到吗？欸、真的，你外国人啊！而且他蒙古妹妹一个爱心。对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开机。可以翻来翻去。好了。来认识一下你的双胞胎弟弟，他是江江，僵硬的僵。你看，来，现在是3点钟。好了，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过五关斩六将了，洗澡这关大魔王也已经过了。那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婴儿师在帮你。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生完三胎我追奶的经验谈。我的奶大概是第四天、第五天才开始慢慢的上来。你生完之后前三天，你在医院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强求牛奶，就让它吸一下，稍微吸一下就好了，就有刺激就好了。因为我之前第二胎就是太急着想要有奶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就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太着急，反而会没有那个效果。现在时间3:52，喝完母婴同事的第二餐，牛要打嗝吗？很不开心，你要打嗝吗？晨晨，脸皮很重，脸皮很重吗？他脚很细，那以后是不是可以去打篮球之类的？现在是我们母婴同事的第五个小时了，目前为止都还算顺利了，算平安度过了五个小时呢。可是如果加上姐姐跟哥哥，就不是这样。然后趁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又要去睡觉了。欸、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诀窍哦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说，哦，趁小孩睡我去干嘛干嘛干嘛，其实不行。如果是新生儿的话，他睡你就要跟着睡，对，你千万不要想说趁他睡我要多做一些什么事，那你会真会累爆。我也是生完第二胎，然后保姆才教我这个诀窍。爸爸终于找到一个时间空档，我们真的很认真在育儿，也很认真在工作。对对对对对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妈爹讲故事。好的，现在时间是6:05。哎、欸，他整个睡到掉下来，你看他的脚，整个睡到翻掉哎、欸！哎咻！好，宝贝。好，现在时间是6:16。我觉得哥哥姐姐应该会很爱他，然后我要等一下要把握最后可以推回真正的婴儿室的时间，然后赶快推回去。那我随时随地都在一种很惊讶的状态。你明天要回家了？真的？啊！这个人是我芭比啊，就是我旁边这个人。最后一次检查。大便好像蛮多，坚持要大便到最后一刻。哎、欸，都要出奶了，出奶！啊，我拍到了这个很珍贵的瞬间，我来看一下是吧？啊，刚刚有一。还有一分钟。7:30。有哈，刚好哦，放进去了。好啊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啊，你是帮我衣服，留下一个奶味，还要立刻洗掉，不然它明天就会变臭味。好臭。
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第三胎就是他有呼吸活着，健康的活着就好。哪一胎不是这样？川哥感觉是蛮好相处的啦。对，我们希望他回到家里面之后适应力非常的快速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欢迎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我是华爸，我是鸟妈，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。我们回家见咯，拜拜拜拜。